情持续经济不景，或会影响农历新年的利市份额。有调查显示，有 50% 派利市的受访者表示平均每封利市派20元。20% 表示派50元利市。仅 8% 的受访者派100元或以上利市。此外 ,25% 受访者预计今年封利市的总金额会较去年减少。仅 12% 指总金额会增加。为了解市民对利市前及新年消费的意见，香港研究协会于本月11至25日访问了163名15岁或以上市民。针对调查结果，该机构亦促请港府在下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推出适切的援助措施，协助受影响业界及基层市民渡过难关。此外，调查亦反映市民的新春消费意欲整体仍然疲弱。此外，有 40% 受访者预计今年在新春消费会较去年减少 40%， 表示会增加的占 19%， 表示差不多的占 35%。